啊，先生，我能跟您说件事儿吗？说，你坐错桌了。在他没说话之前，你怎么就肯定我坐错桌了呢？拼个桌行吗？不行，那是谁都能跟我拼桌的，讨厌。生气了，走了，赶紧把单买了追去啊！什么玩意儿把单买了呀？你吃完饭你不买单？我俩不是一起的。哎呦，你这人真有意思哈！一说买单，说不是一起的了，那怎么的？挺大个老爷们儿，跟女朋友出来吃饭不想买单呗？不是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跟女朋友出来吃饭不买单呢？我跟谁出来吃饭我也不买单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会儿有人给你买单，赶紧把它收了。天福，哎呦喂，今儿个你才来呢。我早出来了，这半道上出点事儿，咋了？车刮了，严不严重？咋不严重呢？脚蹬都掉了。你这是属于出师不利。那可，咱俩今天喝点吧。行啊，喝点呗。喝白的行不行？黑呀，喝啥我今天都陪你。喝白的你行吗？是，就喝白的。那说好了，今天可就喝白的。喝白的。行，喝白的。服务员，哎，来两瓶营养快线。不是，不喝酒啊？什么玩意儿不喝酒啊？哪次喝大酒之前不得先喝点东西养养胃呀？酒文化学着点啊！哎，谁找的饭店呢？大哥呗，这破地方。朱天福呀，我哥来了。哎，大哥，这是你找的饭店呢？多少是不是得有个牌子啊？都给我走丢了。有。大意了，别菜！来来来来来，哥，快快快，就差你来。服务员，我问问你，你家都有什么特色菜呀？先生，要说到菜品呢，我们家是特别的全，有中餐、西餐，还有铁板烧。那这样，咱们今天吃高端一点，吃西餐怎么样？可以，漂亮。三碗疙瘩汤，稀的溜的，多放水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店没有疙瘩汤。你啥也没有，你让我点啥呀？是，你这么的吧，你这都有什么饮品？然后我们先喝点饮品。要说饮品的话呀，那我们店真是特别全了，有可乐、雪碧、各种果汁，还有疙瘩汤。不是没有疙瘩汤吗？对啊，菜品里没有，饮品里有。要吸管不？别拦着我！哎，哥，别！算了，你那个随便点，来点得了。对，你随便，特色菜一样一份，快点。好。这家伙给我整的一点心情都没有，不要被他耽误我们的心情啊！二位贤弟啊，很久不见，甚是想念啊！今天特意带了两瓶酒。哎呀，我的哥，开怀畅饮。那个不是我扫兴啊，最近胃不好，喝不了酒了。好，不勉强，咱俩一人一瓶，82年拉菲。哎，大哥，但是今天你可来晚了啊！我替你自罚3杯。你给我等会儿。干啥呀，一碰好酒就自罚3杯。上回茅台我一会儿都没喝着。别逗他了，来尝尝好酒。去尝尝，我跟你说好酒。哎呦主要是贵。来哎，这酒真好喝。是酸。哎呀，说吧，说那干啥呀，你说那事儿整得像能瞒得住似的，你说呗。啊，知道哥为什么拿这么好的酒吗？为啥呀？哥有喜事儿。大哥又结婚了？怎么一有喜事就结婚呢？不是，哥升职了，升副总了。哎呀，来吧，恭喜大哥，敬方总一杯。你这总又的，浪费一口子刚才。哎呀，这酒是真好啊！是，你说哥这事业啊多顺呢、啊？这哥这事业怎么形容呢？就有一个成语啊，就是如鱼得水、如虎添翼、如履薄冰、如家酒店、
根本不住。对，就得别搁这说了，你这是什么文化呀？一个大男孩搁那说个文绉绉的说那个成语，说的我真是如若针毡，如芒刺背，恩恩爱爱的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还音乐酒店呢？多少？Hello， 各位先生，这是你们点的特色菜啊。哎呀，嚯，哎，还行啊。另外啊，为了祝贺我三位好哥哥来我们饭店吃饭，我再赠送大家一道本店的招牌菜——黄金拉面。哇，好！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哥，救我！咋救啊？都系死扣了。赶紧下去吧，这给自己整身吉利服。啥也不是，落地成盒。那个面别给我煮完上来啊。哎呀，来吧。这哎呀，菜也上来，来找一个。哎呀，高兴啊。你说咱们哥仨啊，就大哥看人家事业非常成功。是。有钱。太有钱了。谢有钱了。嗯。你俩这么说话我就走了，咱是哥们儿兄弟，别一种张口钱闭口钱的说那玩意儿干啥呀。再说了，我不一直都说吗，那钱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东西。那你光得到没有用，光得到钱没有用，人最大的幸运应该是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对，老二你说说，你还记得你的梦想是什么吗？哥，我的梦想啊永远不会忘，从小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，以后啊就靠这脚吃饭。那不实现了吗？哪实现了？你现在是一名足疗技师，每天给人摁脚，那不靠脚吃饭吗？那是我脚吗？你不就想用脚吗？谁脚不是脚呗？我不是，我说要踢球，我要当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。听见了，三位哥哥在聊足球。为了预祝中国足球能够早日冲出亚洲，我送大家一道特色菜——长寿面。你把这音乐给我关了。来，我问你个问题啊。啊。那长寿面跟中国足球有啥关系？嗯，踢不过他们，我们熬死他们。你给我上一鞭子去吧，那不越老越踢不过人家呀？没出息，是呗？你整什么面子？我们踢的是球。那这是干啥呢？啊，这直播呢？最近直播不挺火吗？我先给我这小店啊攒攒人气。这还这你早说呀！你别说，这小子傻乎乎的，还真挺有这个经商头脑啊，挺时髦还。我问问你，你直播多长时间了？两年了，哥。两年了，应该不少粉丝啊。嗯，不瞒你说啊，今天又涨了5个，刚好10个。不容易呀、啊，两年10个粉丝啊，挺次啊。没明白这个直播没搞明白，嗯，刚才我也看了那才艺，哇哇一通给自己缠上来，啥也不是，唱的也不太行，刚才就唱两句唱的不好。太这位哥哥，你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才艺。他我唱的不行，你行吗？激将法，来，我看你行不行，来。来，过来过来，我教你怎么玩直播。你这鞋就不对，直播的人都竖着的，你看这整横的还。我告诉你啊，直播这个事儿啊，你唱就唱难度点高的，跟你说，唱这个大家都喜欢听的。我给大家来一个，来，啊、这个各位朋友啊，我给大家来一个大家很难听得到的这个现场真唱的啊，四郎探母叫小凡，给来一个啊，这个高啊。不用穿云箭啊！一见公主到灵前，不由得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门，
悄悄。哥，这话筒咋还没声呢？哪有话筒啊？幽默吧？你可拉倒吧！你就是唱不上去，你就是，还唱不上去。来，你拿着。站立宫门，悄悄发。哎呦我好，厉害！还得是我二弟呀、啊。是，看都给震掉了。就多大威力吧？你看这咋？手机都让你给我干掉了呀！啊！再说你唱这玩意儿也没有用啊，你知道吗？人家现在直播小年轻啊都不愿意看这个，人愿意看那个就那种跳的，你知道吗？跳。我跳的还可以吗？你这忽上忽下的，我一下没录上啊。不是，再说你跳这没有用，人家喜欢看那种柔美的，你肯定不会。你这好悬没给咱仨拱下，就你这雇佣的呀，太投入了。哎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得打个折？哼，涨粉没？你可拉倒吧，打啥折呀，我两年就十个粉丝，你俩一分钟给我干没仨，都什么玩意儿，乱八七糟的。哎呦我去，咋能呢？大哥，哪儿的问题呢？反正别人我不知道，看你俩演完我想取关。喝酒吧，喝来来来，要我说咱就别在这儿喝了，他太乱闹腾了。是这样啊，咱杯中酒喝完让他结账，我们换个地方唱个歌去。哎，行那个那我先上个厕所啊。又上厕所了。老二，你发没发现一个事儿啊，那怎么一要结账他就上厕所，一要结账他就上厕所，那肾就这么不好吗？哥，这哪是肾不好啊，逃单呢，看不出来吗？不多少次了。你这样哥啊，今天啊我就让他请客。不好吧？一会儿你等他来，你看我跟他说啊，你别管哥啊。那个，哎呦，杯中酒啊，来。行，来杯中酒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好酒啊。嗯嗯，老三来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来，咋了？上厕所了啊？你说咱哥仨这聚会哈，你好像没结过账吧？啊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咱哥仨这个交情哈，不是说非得吃点好的大吃大喝。哎，老二，说多了啊，哥们说那个干啥？过去。没事，大哥。哪怕请哥吃碗麻辣烫呢，也是个事儿啊。不是我，哎呀，那可能是我大意了啊。主要是吧，你说每次一结账，你俩都争，我怕争不过你俩。哼，这个三弟说到点子上了。那当哥的能让弟弟请吃饭呢？啊、对不对？争肯定是争不过咱们的。是，服务员买单。老二啊，你搁哪呢？哎哥。给我吃饭呢，好像一会儿唱歌呢，你去不啊？唱歌唱歌，去呗。我叫上老三不？他不买单呢，老三呢？叫老三呢？问问他呗，你看他有时间，他就去呗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就带上、嗯、啊，这也不多这一个人。是我那歌唱练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哥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抠。你看这结账结这个费劲，你看这个老包啊，这老包多少年都没换过。哎呵，你看这电脑。这系统都得是 Windows 98，我跟你说，这是啥的？这键盘都快掉了，这键盘。呀，这啥呀？还有人写信呢？是不是情书？哎，把钱花这儿了，搞对象了。哥，看看不？那可不行，那是人家隐私。看看啊。亲爱的天福哥哥，哎呦我去吧，太肉麻了，咋不叫玉帝哥哥？钱已经收到了，搭钱了，对上了，就搁这儿花了。我们在福利院挺好的。福利院？天福哥哥，
我们在福利院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听院长说才知道，原来天福哥哥和我们一样，从小就生长在福利院，还说你每个月只留下一点房租和生活费，其余的全都寄给我们了。虽然我们从小就没有亲人的关爱，但是你就像我们的亲哥哥一样，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梦想，就是长大之后也要成为像哥哥一样的人，把自己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那个单我买完了啊，一会儿出去唱歌还是我买单。这几年确实是没怎么请过客，是我太小气了。天福，你可不小气，你是世界上最大方的人。兄弟，你看能不能明天带着我们哥俩也去趟福利院？好，我们一起看看孩子。看看孩子。哎呦，我涨粉了，涨粉了！刚才网络有延迟啊，我上后门一连上 WiFi， 这粉丝涨爆了，咔咔往上窜呢。你看看，不能吗？这样，我在后边都听见了啊，哥三个去福利院看海。